一请天地动，通通；二请鬼神经，通通；三请毛老道，通通；四请孙伯林，通通；五请铁罗汉，通通；六请老济公，通通；七请猪八戒，通通；八请孙悟空，通通；九请冯小刚，通通；十请郭德纲，通通。你打我？我打死你哦！怎么了？我这好好你咋错出这俩人？郭德纲、冯小刚，那是神仙吗？哪神仙这模样？神仙也有长走的呢，好吗？不是，你问问在座的各位，这两位都是业界的大神，他们身上都是有仙气儿的，那跟他们在一块儿都能沾着点仙气儿，咱得借着点。哦，这都半仙之体。有仙气儿是。您早说，来接来。接着来什么呀？你打断我了，我请神的时候能不能不说话？哦，不让。那我一句话不说了，行了。一句话不说也不行。怎么呢？因为我最后得喝水啊。啊，我吞下这口水之后，你必须要前腿弓后腿绷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。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说我们领导没包围，这么赶时间呢？早请早到，通通；晚请晚到，通通；要是不到，通通；铜锣相叫，通通；净水泼街，通通；黄土垫道，通通；请神送神，通通；八抬大轿，通通；天也不早，通通；人也不少，通通；鸡也不叫，通通；狗也不咬，通通；抬头观望，通通；众神来到，通通；众神来到，通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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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，这什么时候买匾去啊？我这，不是，快走啊！